嘉宾 Rice 赵磊来到舞台。好，拜拜。走了。拜拜。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小心小心。他们玩的就是我们的哟，魂儿，不要虚，魂儿，我不得虚的，不虚，涛哥。接下来这一组呢，是两个非常有诉说感的声音。I'm giving up on you。 好，他们会给我们讲述一个什么故事呢？ Call me, call my name。 电话吗？看到一个电话亭，是你吗？ Call me, call my name。 这首歌其实我唱过，但不是我啊。那我找错了。就是你可能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他才会过来这样。那我要进去吧。这个可以用吗？ Hello， 你在吗？在吗？你猜我是谁啊？赵磊，你在哪儿呀？我在这儿呢。笑眯眯的，挺暖的那种男生，挺有亲和力的，就感觉挺放松的。怎么样？你们俩有想法吗？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该去往哪个点去突破，因为我可能对他的了解还不是特别的深。我想一想。Say something 呢？他们俩合作应该挺好听的。你会唱吗？我会。我试试吧。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能力是 OK 的，但他其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自信和他对于自己突破的底气。相信自己，自信一点。你是对和声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不熟？比较少去和声，对吧？好慌。我把那个女生的和声单独的拎出来给你录一遍，然后你把女生的练完之后，然后你再去跟我男生的那个音去和。他心理方面就是要比我要成熟，要勇敢一些，就很安心。有点怪啊，搭到有点不够极致啊。对啊，就是说他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不够。重要的是表演的东西。对，对，你们两个现在的距离还可以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两个人他有一个循序渐进过程，就比如说，来老师，我们两个人现在走过来了，面对着面，比如说他是闭着眼在唱，拿着麦，然后是循序渐进。感受这个人，就是你或者搭的，但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厉害一点？对，因为你的高度，你在感受他的身体，你可以靠着他，然后唱。我们这首歌表达的是情感上的一个突破，我和赵老师就一直在练习，我们这一次一定会呈现出一个最完美的状态。写什么呢？在想怎么和我的帮唱搭档更好的互动呢。好清香啊，康师傅茉莉，清香优雅，近距离喝完上台更加优雅自信。一口茉莉优雅开唱，希望我和我的帮唱搭档也能优雅近距离，淡定从容啊，上战场淡定从容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这次的舞台多了一个人站在我的身边，多了一份力量，更有自信了。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冲进九大预备厂牌的。他们的声音很好听。一样。
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. Anywhere I would have followed you.最后的落伏，他靠在赵磊的肩上，那个小小的动作特别的大方自然。我看出来这个孩子他内心，他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音乐里面去了。我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我跟你讲 ，amazing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他们真的有表达这首歌应该表达的一种不舍呀、遗憾啊，很感动他们能够这样做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赵妖精。哇哦！赵妖精其实是赵瑶静，希望我跟西瑶这一次合作的《Say Something》能够让他在这个舞台上或者更大的舞台上继续走下去，然后讲述他的更多的故事。
谢谢谢谢赵老师。赵老师是一个，就是看上去吧，好像是挺小男生的，但是其实是特别暖的那种。我觉得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加油，没事儿，你能行，没事儿，包在我身上，你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这种话。我来之前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一个平凡的女孩，现在因为站在明日之子这个舞台上，让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平凡了。我非常感谢这个让我发光发亮的舞台，感谢那些支持我喜欢我的人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歌能走进你们的心里。因为我知道她其实是一个悟性和能力都很强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她机会，然后让她走得更长更远一些。谢谢谢谢大家。现在冯夕妖的现场点赞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现场点赞数也会计入场外的水晶榜点赞数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他获得的现场点赞数。冯夕妖，你的点赞数是？没有很高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多少？请冯夕妖及当场嘉宾 Rise。前往等候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穿得好啊，穿得好，穿得棒，穿得好，是吗？你看人家这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是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不一样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。